啊！你最近下课有哪会回来？这几冬、差不多这不止这几冬啊，我嘛差不多这几十年来吼，下课我拢总因为遮交通较方便哦，我拢下课拢总伫迄个图书馆下骹迄款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地下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因为哦，这一方面就是讲哦，迄车有够侪，就是讲里面所有车拢总有啦，会当搭来去坐。啊，迄款方便就是讲桌仔有较大块，你搁桌仔顶放纸本的册、两百本的册，拢总放得落去安尼吼。迄款大家算作讲袂差着安尼吼，真正的吼。啊，大部分写稿拢伫真少伫厝内，拢总伫图书馆的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吼，真宽。啊，迄款大部分拢用遮的图书馆去写物件。迄、那个我的母校迄个做日历吼，我比较少用，拢用较早研究所的迄款去写稿。普通是那
树拢较矮吼，拢真少讲诶，伫写稿啊。所以我若伫写稿，拢大部分都讲以外，拢伫旅馆内底，还是讲伫飞机顶，还是讲伫其他诶所在吼。会当讲坐落来静静咧写稿诶机会真少啦，拢伫顶人伫写呢吼。哦，啊，你来遮写稿，毋逐工拢爱来？天天出来。大旅馆嘛，大旅馆哪有？哪怕是讲迄个。早到你遮旅馆。哦，安尼哦，数个。OK。真快嘛，啊，车搁再方便，就是讲吼，你普通若要写几页，是有当时啊，参考抄着。资料。加百分之。啊，得到方便。自动变自动。哦，呀呀呀 ，OK。你找些事啊，要找些有够困难。我老是这样夹夹，皮夹这个白的。较早真旧啊，较早迄可能是炒到电脑机的嘛。啊，即下算作讲迄个研究所的本来就是研究所啦。迄个图书馆的迄个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吼。哦。我写过拢伫伊内底写，啊，伊款较早我听伊的时吼，即下搬过来才。